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Mina。 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城县的达纳角海滩这个富豪隐居的城市里面来看豪宅了。那在我身后的这栋呢，是这个小区非常少的绝无仅有的一个全新的新房，从来没住过，2020年竣工的，5房5.5卫，8058尺，居住面积占地超过10000尺，4车库的一个非常现代式的住宅别墅哈。好，现在跟我一起去里面看一下吧，走起。这边的外观呢都是非常非常现代化的，门口呢配有鹅卵石和沙漠的植物，给大家带来一个其实在我们加州在棕榈泉啊还有很多度假的地方都非常喜爱用的一种颜色的色调配置。来，现在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哒哒 ,surprise, 进门的美景。那么这是一栋3层的别墅，那么我们进来呢是它的第二层呢是我们的主要生活空间。一进门呢是有一个非常开放式的户型，大门一打开你便可以看到非常无敌的海景。那这边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在这个小区绝无仅有的，为什么呢？小区大部分的 waterfront 的房子呢它只能看见碧蓝的海浪还有远处的凯塔利娜小岛，有的时候呢在涨潮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我们的白沙滩。但完整的海景房呢，它是需要有海浪，蓝色的海浪，白色的浪花，以及金色的沙滩，以及远处的蓝天白云，这才堪称为一个完整的画面。这一栋呢，无论潮涨潮落，潮水涨到什么程度，你都可以看到远处的星星点点的白色沙滩。所以呢，这个景色，这个 lot 这块占地是非常不错的。那可以看到远处那一片呢，便是我们的凯塔利娜小岛。那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的有名的 PV 半岛了，没看过 PV 半岛罗林山庄视频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来，现在享受一下景色吧。其实拿上一杯 Mimosa 可以待上一整天，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这边做做冥想，做做人生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时间都不算是荒度啊。现在我们去里面看一下，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栋房子里面都有什么特色之处哈。那走到这边呢，当然是我们开放式的一个客厅。来，摄影师进来一下，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好玩的门。当然就是必不可少的客厅、厨房、酒吧、餐厅、用餐室。那我们这边的客厅呢，当然少不了我们的超级无敌液晶平板大电视了，每天呢就可以哇坐在这边享受一下电视，那听着徐徐的海风，呼吸着这种又温暖又有点咸咸甜甜味道的海风，在这边呢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感觉了。当然了，沙发一定要特别舒服。那这一栋房子的所有家具呢，屋主是可以连带出售的，可以免去你请设计师或者是自己购买家具的烦恼了。那现在呢，让我们去厨房看一下哈。厨房呢，当然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的开放式厨房，超级大功率的油烟机，6个炉头的设计，再加一个超级肩宽的煎 pancake 的一个早餐区域。那厨房的台面的石头呢，这种颜色是非常非常少的，很不多见的。这是一种什么石头呢？说它是 marble 大理石，但是它比 marble 更精良，它是属于经过人后期加工的 marble， 也就英文叫做 nilded。 那这种处理呢会让传统的 marble 它会有一个 stain 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会有掉色或者是红酒撒上去会有一个变色的问题。那经过人后期的加工处理呢，这个问题就得以解决了，让这么好看的颜色永远得以延续。如果你喜欢做饭，如果你喜欢招待客人，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可以享受到你尽情的一个 party 空间。那这边的柜子呢也全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是一种实木的木材，表面经过了磨漆亮面的处理。那这种颜色呢其实是非常不多见的，它整体的感觉呢给我们非常的现代，非常的温馨，又非常的有性格，
不张扬的一个屋主人的感觉。那这边的冰箱呢，同样也都是加宽处理的，可以看到哈，海边的房子冰箱都是特别的宽，特别的大，我们买东西要特别的多，啤酒啊、美食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囤起来。提到沙滩海浪，你会想到什么呢？当然会想到 party 聚会度假。那提到这些会想到什么呢？当然想到畅饮小酌一番了。这栋房子呢，当然少不了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私人酒吧。私人酒吧呢，感觉像是一个对屋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表现哈。那这种私人酒吧呢，其实是很高级的，同样是经过升级的 marble 大理石的题材，下面呢做上了打光板，整个这个台面呢有不一样的感觉。后面呢是我们的一直延伸到墙壁的 marble， 上面呢有可以媲美各种各样酒吧的一个酒的收藏哈，还有各种各样的陈列的漂亮的杯子。那你呢可以在这边拿一个whisky 的杯子，倒上 whisky， 在这边喝着 whisky， 享受这个灯光，可以感觉这个温润的大理石的材质，还有远处的海风海景，在这边度假一下感觉是非常不错的。那这栋房子呢其实是全新的，之前呢有人 offer 一个月265,000来租一个月在这边度假，被这边的屋主完全拒绝掉了，所以是全新的。但有人愿意出260,000买这边度假的感觉，你就可以享受这个房子的奢华程度。好，那说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beverage， 那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我个人可能很喜欢 Grey Goose， Grey Goose 直接喝，或者是配上 cranberry 也不错啊。那芝华士来说，18年也不错，芝华士配葡萄汁是最好喝的。我知道中国可能喜欢会配红茶喝或者绿茶喝，我个人喜欢配葡萄汁，因为它的味道其实是很 match 的。那上面还有 tequila， tequila is my favorite。Tequila 可以做 Golden Margarita 或者是 Black Margarita， 那墨西哥的那些小饮料，让我光想到那个味道，其实嘴里就冒酸水，想到度假的感觉。 What is your favorite？ 你最喜欢的酒是什么呢？可以留言告诉我。那么美国人呢，他的房子呢一般都喜欢有一个家庭用餐区域，还有一个正式的用餐区域。正式用餐区域做什么呢？招待客人，感恩节呀或者是圣诞节呀，他有一个正式的区域。那我们那边呢其实就是一个很 casual 的一个用餐的旁边了，可以对着海风吃饭。那这一间房的正式用餐区域在哪里呢？摄影师跟着我走走走走，在我们酒吧旁边呢隐藏一个非常不错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可以作为一个聊天室，可以作为一个办公室，当然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的 formal dining room， 也就是正餐用餐区了。当然呢还是享受我们无敌的90度的美景的。怎么样，你会把这个空间用怎么样的做法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哦。好了，现在让我们去其他的楼层来参观一下吧。海边的房子呢一般都是有3层以上的，为什么呢？这样可以最合理利用海边稀缺的地块，每一层呢有每一层的景色，每一层呢有自己的居住面积，自己的设置。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楼梯哈，先说一下楼梯的把手，因为我卖了很多托尔呢，托尔的升级楼梯，这个升级呢就要几万块，因为它是白钢的升级选项。那这边的楼梯呢也是做了现在最现代化的 floating 的楼梯， floating 呢就是中间有悬空的，叫悬浮楼梯。那这个楼梯它的 material 材料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刚才呢我有问过这边的建筑师，那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是 by the way 这个房子是一个知名设计师设计的，他这个设计师呢好像还有设计过叫 Santa Fe 的 bridge等一些 famous 的 project 啊。那这个楼梯的材质呢，它其实是一个加厚的一个 lumber 直接 cut 成的，那这一种呢其实是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受潮，而且呢又非常的协和 match 我们的地板， match 我们的现代风格，所以这种楼梯呢其实细节也可以拍一下。虽然楼梯做得这么漂亮哈，但是我肯定是不走楼梯的，因为这边是有电梯的。说到豪宅怎么会少电梯呢？ By the way， 我后面呢是一个客用的 powder room， 就是洗手间，我们就不去参观了。好，现在我要坐电梯上楼了。电梯门呢，它的这个木材的设置跟整体的装修风格其实都是非常协调的，而且它这个电梯呢就设置在楼梯的旁边，非常的 handy， 非常的 thoughtful 的一个设计哈。我们在3楼见喽。
好，那一转眼的功夫呢，就从二楼到我们的三楼了，完全不用动一点脚哈。那我觉得这样会发胖的，其实偶尔呢也应该运动一下，不过有了电梯谁会不想坐呢？那来到我们的三楼空间呢，其实就是我们主卧的空间。这一间房呢一共有5间卧室，3间卧室在三楼，2间卧室在一楼呢，三楼呢各个拐角处是分别有一个卧室的。身后的这2间呢就是我们的2间次卧，非常有隐私性的设置哈，一人一个角，一人一个角。那我们的主卧呢就在这个方向，哒哒，我们现在在主卧了。那眼前呢是一个跟画一样的，仿佛不是真实的一个美景，来大家看一下。站得非常高的，如果你问我在这个小区买房子是前面这一排离海岸最近的这一排好呢，还是我们的第二排好，其实呢是各有优势的。前面这一排呢离海岸线更加的近，那可以低头便看见我们浅浅的浪花。那我们这一排呢其实它是非常高的地势，而且呢在这一排其实看得更远的，而且可以看到你邻居的一点点屋顶哦。那我们这一个 elevation 呢，就是我们地势的一个分配哈。其实我们是处于这一排的最高点的，所有的水呀、电呐，所有都是从这个楼下走上去的，就好像我们站在最高处，那站得高望得远，站得高行好运嘛。那一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无论潮汐潮涨，都可以看到我们浅浅的白沙滩。下面还有2块空地在出售，而且是 corner lot。 那买了这边的空地呢，你也可以 customize 去定制你喜欢的这个海边私人豪宅。我记得看过一个句子哈，就是说你站得高看得远，你看得远呢你的思绪就不会受到阻碍，你的思绪呢可能就会更加的澎湃。那这个位置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呢，刚刚我有说了，你可以看到卡塔利娜岛，没去过玩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岛上的风景呢其实是很不错的。那可以看到 PP 半岛，以及那一边呢其实是我们的新港海滩以及 Long Beach， 就是那一边星星点点的凸出来的地方。呢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非常的开阔，而且视野呢又很远。那可以看到这一个社区呢，其实它是非常藏龙卧虎的，很多隐形富豪啊、商业大佬啊、财经大佬啊都住在这边，什么赌神啊、球神啊、各个餐厅的连锁店呐、franchise 的大老板呐、上市公司的 CEO 啊，那我们因为一些隐私问题不方便透露的各种各样的名人、商业大佬都聚集如此。那如果你住在这边呢，你的邻里、你的社交圈子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高层次的一个升华哈。出门交个朋友就是世界名人或者是福布斯财富榜上的大好人物哈。那具体怎么样呢，只有真正住在这里小区的客人呢才会体会得到了。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去参观豪宅吧。新房大家都知道，我 Mina 最喜欢买新房。新房照比旧房呢，它最优势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有一个与时共进的一个 high technology， 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一个融合哈。这栋房子呢，这些屏幕就可以在这个位置操纵全房屋的灯光啊、音响啊，或者是电视啊、窗帘啊、大门啊，或者是楼下的车库啊等等，全部都可以在这个小小的屏幕上完成。当然你也可以连到你的手机去进行操作。到了这边呢，就是我们主卧的浴室空间。这个浴室呢，它是有男女主人的 his and hers closet， 分开的 closet 空间。
主卧的浴室呢，还是这种非常高贵的一个颜色配色哈。那台面到镜框都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配置。那这边男女主人的洗手台呢是分开的，男主人呢在这边，女主人的在那边。那女主人的台面呢会更加长一些，因为我们女人很多很多化妆品，很多很多护肤品啊。那这个浴室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在这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啊，它放了两个马桶，两个卫生间，也就是男女主人可以不打架的使用各自的洗手间。那男主人呢，可能马桶盖子就不用放下喽。其实还挺贴心的。现在让我们去一楼看一下吧。一楼呢有另外两间次卧，可以做你的 guest room， 就是说客人用来使用的房间。那一楼呢也有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景色以及无痕泳池。好，那我们一楼呢其实是另外的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一楼呢有自己的一个厨房，就是 bar 的区域，有自己的客厅。然后一楼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院子，外面有无痕泳池的。在这边呢，你的 guest suite 客人的卧房呢也是在一楼配备，有两个房间，而且房间的 quality 呢其实是很不错的，这样你的 guest 在这边居住的时候呢也会感觉非常的舒适。这边呢有另外的一个 bar 的区域，并且这个楼层呢有他自己的洗衣房，那这边呢居住的人呢就可以在这边洗衣。这个的配色风格呢跟楼上全部都是一样，非常高级的marble， 然后呢有同色系的这些陈列物品哈，整个的设计风格呢是非常的一致性的。很多海景房啊，如果是三层的户型，一层呢很有可能只能看到少数或者是一点点的海景，这一栋呢一层也可以享受到绝美的海景，并且在这一层啊有无痕泳池，而且感觉自己跟大海的距离呢更近了一些。还有我们的 barbecue 的一个灶台哈，上面同样用了很奢侈的大理石的材料。那一层呢也有这种绝美的无敌海景，那你的客人来这边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经过精心的受到精心的对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感受哈。
身后呢就是另外一间次卧，我们今天呢就不带大家看了。社区的会所，那这间社区的物业费呢是$1,234每个月。这个会所啊有9000多尺的室内面积，那它有一整层的健身房，还有一整层的会客用餐娱乐区域。会所旁边呢就是一条私人小路，可以直通后面的沙滩。那会所里面呢有很多的 locker 储物柜，在这里的业主呢每人都享有一个很大的 locker， 可以放你的沙滩的浴巾呐、或者等等这些沙滩的物品。那平时呢来这边换好物品之后，可以直接下到我们底下的私人海滩来 enjoy 我们加州的沙滩阳光还有海浪。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看房视频。这个小区呢就好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哈，里面呢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想都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漂亮的装修，各种各样美丽的建筑，世界顶级的设计师绝美的手笔之作哈。那买房子呢，你不只是买房子本身，买的也是这个房子的生活圈子。那么你所居住的环境以及你的子女以后社交圈子啊，还有你以后的这个发展圈子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对这栋房子感兴趣，要快点联系我了。如果你对美国加州的房产感兴趣，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是 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就请订阅一下。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给我点赞、转发、加评论哦。那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